是可以。不是。其实我是剪片剪片。你就一直比着耶妈，其实我是在录影啊。蛮辛苦。这样好惬意哦。不然手机在这里。嗯哼，可以先充电，这就是要学校投电。学校电就是都不用钱。不然我们缴学杂费干嘛？哦，对啊，冷气还要缴钱。对。然后出一出就没电，对，又没有钱，还不会凉。然后重点还要早上八点去充电，烂到没有钱。近排的抱怨时间，抱怨学校抱怨太多了，这学校就是荒谬。